Hey, 大家好，我是杰瑞。我们今天呢，终于要来第一次车速，我们选择了阿里山车速 ，Let's go！ 不对，起床，起床 ，OK， 我们要起床了。哇！那要上那个阿里山之前呢，那我找了附近的充电站，我们待会要去嘉义中埔谷仓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把电充满，然后呢上去之后，因为第一次开山路，我也不知道说到山上的话它的电耗到底是如何，而且晚上的话考虑就是要露营模式开一个整个晚上。哇，这边很多安阿鸡可以吃，阿里山67公里，哇！今天天色很漂亮。嗯。好了，我们在这边，我记得这边旁边有一家星巴克，我们去星巴克喝一下咖啡吧，或者是在这边吃个东西。上去还有一段距离，需要多久？30分钟以后再过来吧。啊，这边有一家星巴克。很特别的一个地方。这是 tall size。不是，这是光点。中杯啊。中杯是光点。中杯是 tall。这边城堡店，城堡店再上去。好了，我们在这边电充了 99%， 我们现在准备上去。现在是下午3:35，那这边充完电呢，付了10块钱的停车费。我们开到了淳风皓月，我们去了解看看，说这边怎么收费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停那个位置不坐那里看夜景可以？是吗？第一次来，我是伊个多长，看伊个啥，看我一顶眼皮，什么老婆大人，系啊，啊个喂，你遮风景做工作水，讲诶，暗时哦，刚刚跟那个老板聊了一下天，这边刚好他今天在制茶，刚好看到旁边呢有茶叶，看一下茶叶，红茶，他对这是露营区哦，很香哎。它有帐篷啊，有人搭棚。那这边可以自己来自己洗东西啊，对啊，很香，很干净，对不对？那你要，就是你要洗东西自己来看风景。还有冰箱可以。对，我差点。有热水吗？OK。我们先逛了一下环境，然后我们去吃饭。饿了，终于感觉到饿了。觉得好像不需要煮泡面的感觉。晚上来吃永富苦茶油鸡，听说很好吃。Let's go。那一个苦茶油面线，还有他们的招牌苦茶油鸡，跟两个青菜。好。苦茶油在那个什么，在那个北港吗？人很多，就那个庙那边。我的面线是粗的，要粗一点。啊，谢谢。汤，半碗汤啊，我想喝的热汤。谢谢。谢谢。
哇，这是炸过的苦茶油鸡。哇，全部清空，太厉害了。好吃，永富果然是美食，阿里山必吃美食，终于吃到了，来这么都经过那么多次，然后从来没有吃过这一家。好，我们先回到大伟的那个阿爸红茶，我们去铺床下山，摆床吧，因为这样子。这样子就不用打马赛克了。哇，江江，这么爽 ！Every day is a good day。是呢，用的是棉豆腐，开箱，打开。棉豆腐，凹豆腐。这个要先放，这不用放，这个是防水的，不需要。哦，对，为什么？它不是防脏垫吗？不过它很干净。你不铺吗？没有，这个，这先把床放下去，然后我们再铺那个床垫。OK。然后这个床垫，床包。门会不会关不起来？等一下，都慢慢整理。刚刚已经把车上的那个棉被跟东西都塞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它这边很有名的日落百万夜景。这么美的景真的只能用眼睛去看，怎么拍都没有办法拍出它现场的漂亮。而且呢，如果说天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海那边的澎湖。如果要车速的话呢， Model Y 一定要买这个所谓的延伸版。我是昨天在出发前呢，在台中爱买，虽然爱买 for Tesla 买的，放上去之后可以延伸到几乎到最前面这样子，所以这样子的话睡起来你就不会担心说头会掉下去。那配合呢棉豆腐的凹豆皮的，昨晚睡起来是很舒服，真的是比那个高级饭店睡起来还舒服。而且这个景真的是好漂亮，昨天可以看到星星。那待会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遮起来。那出来呢，记得一定要带买这种灯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超好用的。这是昨天在台中的什么逐鹿天下买的，才几块钱的，很便宜。拍起来就很漂亮哦，配一个灯这样子，然后后面的景，下面是百万夜景，这个就漂亮，这样拍起来。OK， 我们要起床了，起床，部队起床，起床。OK， 我们要起床了。哇，这样子起床还有超有仪式感的，这是。这灯条一定要装，超漂亮。OK， 煮早餐。啊，杯子。
好了，我们这边准备收一收。这边不错，这是第一次车宿，真的如果要车宿的话呢，正是推荐棉豆腐的凹豆皮，好睡，五星好评。